人较早这个字是放伫台北，啊，因为台北先死，啊，所以咱会刷来吃。这物件是在咱台湾迄个政权交接，啊，甲经济无发达的时阵，散失伫世界各国。啊，伊记录咱台湾的迄、那个。无论是哪个小百姓的生活的每一部分，以录音描述来讲，伊是道光时代的物件，1800年的物件。啊，这本书就是开展出一个新的时代。古早的迄个汉文来讲，伊是干那我都用翻切注音，但是自录音描述了后，伊会当用。固定的迄个音素去注音，一个顶字啊，一个下字，啊，伊就会当配合迄个八声调，伊就会当切出咱台湾话任何一个音节，甲任何一个音素。在咱的手头这本，到目前为止是也未发现第二个版本。为着要让别人研究，咱嘛公开出来，1832年出版。用足以使用表，付足以复车子。全世界头一本的迄个闽南话罗马拼音词典《漳州腔词典》，全世界应该嘛是无两本甲三本，叫咱知影。咱要收藏的毋是一种的古董，毋是一种的趣味，啊嘛毋是一种的迄个个人的偏爱，伊这是爱有台湾2300万人的文化基础的物件，这是咱的爱的。